主料椒干 1.5 根，辅料青椒1根，花椒7瓣，麻油3大匙，蒜头3瓣，盐、糖、蚝油。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茭白去皮，洗净，切成丝，不必切得太细。青椒也洗净切成丝备用。锅里烧水，水开了以后，放茭白焯30秒左右至软，捞出控水，然后倒青椒，过下水即可。蒜头剁成蒜末，茭白和青椒、蒜末，各种调料装盘。这个勺子放麻油和花椒，小火在炉上烧热至闻到花椒香味，趁热浇在菜上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